接下来第三场对决，蓝方来自越南的范文南，红方来自中国的王豪。我们一起来看 VCR。大家好，我叫王豪，来自北京格斗兄弟俱乐部。xin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mình là Phạm Văn Nam. Mình sinh ngày 27 tháng 5 năm 1992. Mình là võ sĩ MMA của Việt Nam và mình đến đây để giành chiến thắng. 我觉得对手是一个偏那个摔跤和地面型的选手，因为我是一个基本上是纯站立选手嘛。然后应对他的话，就需要做好防摔，还有摔倒之后的起身动作。王浩 bạn là một võ sĩ có sở trường striking rất là tốt. Mình sẽ dùng chính sở trường của bạn để chiến thắng bạn.Trong suốt thời gian vừa qua, mình và các đồng đội của mình đã chuẩn bị rất kỹ cho trận đấu này và mình tin rằng mình sẽ giành chiến thắng ở trong trận đấu này. Let's go! 我希望我的对手好好备战，然后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来，给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三场，56.5公斤级，越南。蓝方选手范文南，好的，各位观众，你现在看到的是蓝方选手，来自于越南的范文南。这场比赛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决，赛前他的体重是56.4，比标准的体重还稍微低了一些。看到身高是1.65米，此前是取得了6战全胜的战绩，目前处在一波6连胜当中，今年是32岁。相比于他的对手王豪的话，他是一个比赛经验更加丰富的选手。越南选手，包括越南的格斗界，好像在亚洲来说，有请第三场56.5公斤级中国泰国永红帽选手国际王浩。好，各位观众，现在是红方选手王豪，此前2胜1负的战绩啊，也是一位小将，来自于这个北京格斗兄弟俱乐部。这场比赛之前的话，两场胜场啊都是完成了终结，上场比赛也是在这个格格巷完成的，是在今年的8月11号，当时在第3回合被郭家超是三角所降服。今天他也说啊，对手也是一个偏地面的选手，所以来期待一下两人站立和地面之间的对决。年龄32岁，身高165公分，臂展165厘米，他就是来自越南的范文南。
本场红方选手年龄21岁，身高173公分，臂展175厘米，他就是来自中国的王浩。本场比赛场上裁判谢辉。Fighter, come here. Verify, defend yourself all time. Follow the rules. Good luck. Touch glass. Back.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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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Three, four. 第三场，中越大战，也是一场矛与盾的对决，看是擅长地面的越南选手。还是咱们中国擅长站立技的王豪能取得最终胜利。王豪在身高臂展上都是有优势，而越南选手范文南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是越南格斗赛事狮子格斗冠军赛的57公斤级的冠军，恐怖的六战全胜。双方都还在试探当中。漂亮，低扫。越南选手很多都有习练这个散打的背景，有非常出色的站立的能力。而对于范文南来说的话，他除了站立相当出色，同时他地面当中也是，也加强了非常多的训练。我们看这两个耳朵都也是磨出来了，鲜明的这种摔跤的标志。看来王豪没有什么太多的进攻啊，这边后手迎击，想要抓一个后手打空了、对，漂亮。越南选手的后摆反击也很快，是越南选手明显更加的放松一些。就目前来说，越南选手表现出来的站立的素养也不低于王豪。毕竟久经战阵啊。范文南这边直接抱单腿，这个抱单腿漂亮，可以打了。这个非常标准啊，举起来之后直接勾腿，现在又是抱仓腿，想要把对手给拿下来，拿回地面去。这边直接勾住，站不起来了。范南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身体啊往另外一侧转，用自己抱着对手后腰的这只手啊抓对手另外一侧的手。这边还是通过自己压制和抱摔的优势继续往上去爬。王能不能起身？对于像王豪这样的选手啊，这才是他的第四场职业的比赛，有一下子在这么大的一个场馆当中，应该也是会有些紧张的。对他心理素质也是一个考验。好的，往对手背后去绕之后，一直想要去抓对手后侧的这只手。范文南比赛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地面的控制步步为营。王豪也是一直没有说好的办法去摆脱这种稍显被动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这边始终是想要靠龙网用手把自己撑起来，但始终是被对手先一步再次把重心给拉倒。目前对于范文南来说啊，他就缺少一些地面当中击打的进攻杂技。然后要小心，这边对手要过掉他的腿了，这边夹住之后始终一直在锤击，就腾出一只手来，一些平勾啊，连续的杂技漂亮。王豪现在有起身的机会，我们看好，中国选手站起来，范文南，非常漂亮的转换，反压，这边王豪有机会反压制到起撑的位置，但是哇，这个范文南的力量很强啊，直接一个强行的起球，像一条蛟龙一样，直接就把王豪给顶起来了，一点摁不住，再次回到一种稍显被动的一个局面。一回合还有50秒钟的时间，现在想王豪想要把对手给撑开，
文南这边看看有没有一些降服的布置。要贵州对手一只手，这边继续要去做低打。哦，肘击，对，在地面上是可以打肘的。我再来一下。文南现在有拿后背的机会，看看他会不会。啊，并没有，感觉还是一个执着于这，哎，摔跤手的这个面本。啊，这边这个这样的，哦，地面不允许袭击头部。对，地面是不允许袭击头部的。对，根据我们的规则的话，对手是处在一个倒地的情况下，是不允许袭击头部的。再继续，在计时中好像已经停了。看出来这越南选手确实实力不足，嗯，从他这个肌肉的维度来看就是一个地面型的选手啊，上肢是非常的粗壮和强健，而且确实在地面当中给王浩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如果不是这个违规的顶膝的话，可能第一回合的悬殊会更大。双方第二个回合，啊，王浩能不能在这个战力当中啊，先打出一些自己的进攻？哦，漂亮的低扫的反击，这是个重的低扫，嗯，再来一次，连续砍腿。如果在战力打不开局面的话，王浩就会很被动，嗯。而且王浩显得不敢过度的进攻啊，都是单击为主，出击比较少，又怕被对手抱腿。好的，前手后摆，对，我觉得打这个前手打这个拳法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击腿的话还是要被接腿啊。刚才在这种互换的摆拳当中，明显范文南的拳打出去，王浩的反应更大一些，嗯，效果更直观一些，效果更好啊。夹进去后手，哦，后摆，哦，再来，再来后摆，连续的后摆。这边范文南似乎嗅到了一丝可以终结比赛的气息，连续的左右摆拳的进攻，这边再抱双摆。他这种连续给到对手压力的能力还是很强啊，刚才连续左右的抡摆之后接一个双抱腿，再次回到地面当中，都对时机的把握很非常的精准，嗯，这边连续的砸击，好，现在是用两条腿要做一个屏障，但是对手似乎并不拘泥于什么位置，而是单纯的只是想锤击他。我们看连续的锤击肘击，你们开放肘击了吗？他可能这样利益最大化。对，哎，裁判提醒王浩要反击啊，在这个位置，哎，直接要锁腿做一个足跟勾，做足跟，但是王浩一直在拆腿，漂亮。
đen như người ta chỉ có hấp gắt em ơi, về hấp gắt rồi. Nam ơi, về hấp gắt sẽ đẹp hơn. Nhổm cái người cao lên, đừng ôm ở dưới, nhổm người cao lên. Nhổm người không phải nhổm chân. Bản tại địa面的控制当中，范文南还是非常的牢固，虽然他没有去选择过腿，而是在封闭防守当中继续去做砸击。对于王豪来说的话，锲而不舍的砸。对，看看王豪能否利用这个龙网想办法啊！现在已经和龙网齐平了，又是过掉了腿。关帽的，关帽的，关帽，五个。起撤，哇，在这个位置更加的危机，就好砸了。哎，嗯，控制的并不是很好，因为双方体重比较小啊，57公斤，所以确实不太容易在这个位置用体重把对手给骑住。嗯，那侧位这种肘击就可以使出来了。嗯。gối vào người nào, gối phải vào người nào, mạnh vào, lấy ra vào.喂，这边走十字固，十字固，哦，这个位置掰的还是，哇，被王豪转过来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姿势，这边还再转回来去转，但这个位置看能不能摆脱。王豪的这个柔韧性是真不错啊，我还在连续不停的在王豪的冠军，但是王豪现在应该始终摆脱出来了，非常扭曲的一个形态。是，现在我们也看，啊，好的，出来了，出来了，哇。王豪的这个手的柔韧性是让人叹为观止啊！我看着都疼的，那么一个外向外撇。哎，现在我们看范文南想要去拿背，但是并不成功，直接从对手后背掉下来。这边滑稽回击，哦，王豪的这波反扑非常汹涌，继续。刚才应该是做这个十字固啊，范文南是消耗了很大的体能。现在被地面压制之后啊，一下子这个力量是感觉掉了很多。深深追击，王豪加油！这边我们看范文南还想去锁腿，哇！哇、哦！第二回合的终身是拯救了范文南啊，否则感觉这被王豪连续再锤下去，估计会比较的艰难。哎，王豪这惊人的柔韧性。对，先是摆脱了对手感觉根本无法摆脱的十字固，之后难以置信，又是把对手反压制，连续的锤击，特别是一翻过来之后那几下肘击啊，砸在下巴上是非常重，非常提士气。有这个慢动作的话，我们看一下回放。其实比赛第二回合一上来，还是范文南占据着比较主动的这个优势，特别是在地面压制过程当中，哇，后面这30秒的这种休坦，难得一见的看到这种，我看着已经成型的十字固都被他给摆脱了，太精彩了。林国松，王德。进入到双方第三个回合，双方也是打得非常的焦灼。看这个范文南身体，特别是二头还肩膀这个充血充的，像健美先生一样。是。看看王豪有没有机会摔一下对手。我感觉对手虽然在上位的压制非常出色，但是起身的能力并不强。刚才在被王豪压制之后啊，他也没有什么太多起身的能力。就看王豪敢不敢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敢不敢去主动去摔。感觉范文南的体能消耗很大，对，这一回合一上来没怎么进攻。王豪并没有说在一上来增加这种攻击的压力。嗯，
tử tế vào, đừng vung hết của người em đấy.对这种对视的时间太长，对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是，这个气势上自己本身打出来的气势可能会有所回落。哦，高扫。但是不要打这种碎片的这种进攻的技术，而要成体系。好，这边接腿，再接一个摆拳，漂亮。然后还想办法把对手给翻过来，或者自己起身。现在不停的在往龙网边去走，用手撑了一下龙网，但是依旧被对手压制在地面当中。这边能不能再起身？哎，要把再次上演这种逆转，蹬龙网，看看能不能把对手蹬起来。但对手这个确实压得很牢啊。适时的提醒一下两个需要正在进攻，嗯，这种僵持会把比赛的现场这个氛围 冷却下来。双方的边角都是比较的克制，都没有太多的指导。这个保卫可能是不太好，就施展这种技术。范文南刚才的那种砸击和肘也不太见了。对这个，对于范文南来说啊，最好还是先过掉对手的腿，想办法给自己创造进攻的空间，一个舒服的角度。对，一直被对手这样关着的话，因为王浩比他长嘛，对他不太容易能够打到。对，这种封闭式，确实。但裁判给到了压制非常高的一个容忍度啊，也是给到了范文南不错的优势。只要他能够继续保持在这个位置的话，对于压制的选手来说，他是不可能输掉比赛的。这边转身子步，哦，差一点。在最后的三十秒钟的时间，王浩还有一些杀招。还有二十秒，王浩时间不多，嗯，加油。首先把掌声送给二位运动员。最终的成绩已经来到我的手中，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第三场比赛最终的成绩。本场比赛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7-30，三位裁判一致认定蓝方胜。Winner。
掌声送给二位选手，二位选手请留步。接下来有请我们本场比赛的颁奖嘉宾 BCG 集团中国区域总经理邵晋远先生为我们的获奖选手进行颁奖，并一起合影留念。一起合影留念，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好，感谢，再一次把掌声也送给我们的王豪。来，我们的来自越南的选手范文南，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xin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mình là Phan Văn Nam và mình đại diện cho Việt Nam để đến đây.Và ngày hôm nay mình đã giành chiến thắng. Mình rất cảm ơn Liên đoàn Võ thuật Tổng hợp Việt Nam, cảm ơn câu lạc bộ AOGE và Sài Gòn Sport Club đã hỗ trợ mình. Cảm ơn tất cả những bạn đồng đội và tất cả người hâm mộ ở Việt Nam đã cổ vũ và động viên mình trong suốt những ngày qua. Mình cảm ơn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Cảm ơn Liên đoàn Võ thuật của Macau đã cho mình được thể hiện trận đấu ngày hôm nay. Cảm ơn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Cảm ơn